来导火，特别的嘉宾有 Sammy 和 Twins。 这里的地方呢最特别呢，是因为它把时尚、美食还有音乐三大元素融合在一起，而且整个风格呢都是非常的复古的感觉，所以非常让人舒适。而至于这里呢，我相信将会是文青还有潮流达人们的聚小之处。而这边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特别，有各种小汉堡啊，各种三明治的。对于这些爱看电影的大小孩来说，最开心的莫过于手办的区域了。那当然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寻找音乐了，除了复古的风格以外，潮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了。就像是那种帽子的话呢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的帽子，而且它那些 pattern 都看起来非常的潮化。